我的未来计划是这样的，我留学，你投资，一本万利，便宜你了。我没钱，没车，没房，打算辞职考研，前途未卜。等等，这茶老贵了，你要不要先买下单？爸，哪个工会的？什么工会？你有够凹哎，联盟哪儿部落的？妹妹，你妈喊你回家吃。